时间还早，现在去哪儿？黑塔女士单推快讯，各位黑粉晚上好，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日前，伟大的天才俱乐部第83席黑塔女士于空间站遭遇袭击后下落不明，截至目前暂无组织声称对此事件负责。大批黑粉因此对管理层的工作疏漏与不作为发出强烈抗议与严厉谴责。罗斯古姆先生，这是场有预谋的袭击。结论，敌人的目标是空间站，但手法我们还不得而知。没错，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他的理由。黑塔的人偶遇袭前最后见过他的人正是他。你是这位是公司的学术代表，博士协会的拉蒂奥先生。毕竟他刚恢复意识，头脑还不清醒，需要一些提示。又见面了，还记得我吗？不记得也无所谓，我没有期待。女士，此刻你一定有满腹疑问，稍安勿躁，艾斯达会一一向你说明。前情你大致也知道了，几个系统时前黑塔女士的一具人偶遭到的原因未知的袭击下落不明，信号也始终无法定位。没有，袭击发生的地点是站外机台，不在监控范围内。黑塔女士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外出寻访去了。事件发生前，他受到了公司的邀请。是技术研发部，亚坡里女士是位能人，但手下竟是些门外汉，野心勃勃，充满热情，脑袋却一点没有，大小可以和原始人一较高下。他们想和黑塔开展一些合作，邀请我同行担任技术顾问，我欣然接受，好近距离观察这群大聪明俱乐部的会员如何将公司财产挥霍一空。不过时机过于严丝合缝了，也许是有人走漏风声，让袭击者利用了此事，而黑塔似乎对这类挑衅见怪不怪，也让我对各种蹊跷甚是好奇。早就听闻拉蒂奥先生是协会的翘楚，您愿意协助是我们的荣幸。恭维就免了，你我的时间都很宝贵，况且在一位天才面前谈论凡人的翘楚，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幽默。这位女士，告诉我，最后一次见到那具人偶时你做了什么？
像有这么回事，又好像没有。别装傻，好好想想。仔细想想，那个时候我好像在……啊，对了，再帮我做件事，那奇物丢了，我不能放着不管，有空帮我找找，你应该能办到。以防你没记住，我再描述一下，那是一种没有实体但拥有生命，见着它的痕迹就给我发个信号。他似乎提到了令人在意的事，但我想不起来了。如果有一些提示的话，或许……总之好好干吧，我要出门一趟，想找人帮忙你可以问阿斯达。记忆有些模糊了，那之后我做了什么？黑塔好像提到了艾斯达。啊，对，我好像去见了艾斯达。以防你没记住，我再描述一下，见着他的痕迹。他似乎挺说过。总之，好好干吧。哟，柴哥，那必须的。小打小闹，是。这两个人说话怎么前言不搭后语的？这是与黑塔见面时的记忆，但有些细节想不起来了。先回忆一下后来找艾斯达的事吧。没有实体但有生命的奇物，抱歉，我一时没有头绪。或许借种科和密卷科的人会知道些什么。这会儿辛克尔哈就在附近，我建议你向他们打听一下。艾斯达好像提到了两个名字，分别是借种科和密卷科的科员。或许这会儿行。这些阴暗的小人，竟甘心隔着屏幕搬弄，要是让我查出来是谁，我非要他好看。无实体有生命的奇物，那不就是西冥鬼吗？哦，现在都叫他乌乌伯了。这样吧，我虽然是借种科的市长，但不是借种科最了解奇物的人，小阿德勒一定能给你更多线索。但这小子最近沉迷调查什么灵异事件，成天见不着人影，惭愧居然让客人看见这么不成体统的样子。空间站刚经历劫后新生，本就是多事之秋，偏偏还有人趁乱煽动科员们的情绪。对管理层的不信任情绪愈演愈烈，艾斯达也相当头疼吧。哎，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这是我们自己该解决的事情，别在意。阿德勒，阿德勒，啊，对了，后来我还遇见了阿兰，阿德勒和他在一块儿。阿德勒当时和阿兰在一起，他们被卷入了什么事件？什么？他一个人带着佩佩去现场了？你怎么就让他？大哥别急，虽然我知道你很急。我在遛狗。我在遛弯。我在遛狗。我是狗。他们似乎有事隐瞒，想蒙混过去。找我有什么事吗？哎，
你也在找他，好巧，我们也是。这小子胆子也忒大，竟然自顾自的就跑去现场调查了。这不是佩佩不在吗？大哥，瞒不下去了。你还是少说两句吧。边走边说吧。你找阿德勒什么事？丢失的奇物。原来如此，那是该找他。小心，这片区域的猎界状态很不稳定。在那边，他果然出意外了，我们上。找你咨询些事，有关奇物。你们先聊吧。阿德勒，佩佩已经见你了，之前委托你调查的事。放心，我已经有头绪了，一会儿聊。我就知，抱歉，情况特殊，我就。果然。想了解什么奇物？就这点线索，也太抽象了。啊，抽象也有抽象的美。你问过界种科的市长吗？好像也没毛病，但似乎又不太对。这里我说了什么？哎，等等，这么一说，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但需要验证下。今天先到此为止吧，你等我联系。阿德勒似乎受到了启发，不过在那之前，我是从谁那里听说了什么？再见。从头回忆一下吧，我可能漏掉了什么。啊，对了，艾斯达提到的另一个名字。关于阿兰和阿德勒的记忆有点模糊。我得再回忆一下艾斯达提起的另一个人。没有实体但有生命的奇物。怎么样，打听到你想要的情报了吗？原来如此，辛克尔和是这么看的吗？这至少有头绪了，不是吗？看见没，我手下的科员可是很优秀的。啊，家常便饭而已，不用担心。质疑的声音在军团事件后从未平息过，物理的损坏总能修复，但至于人们心中的伤，却要很久很久。袭击过后，
贺园中就一直有人对空间站的管理和安保抱有质疑。本来重建与复兴的成果已经抚平了一些噪音，但最近柯源的连续失踪又让事情再度发酵了。没错，短短几天内已有四名柯源先后失踪，没有外勤记录，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大家好不容易才从灾难中缓过神，我担心不安扩散，就封锁了消息，让防卫科秘密调查。但如你所见，在这个密封的罐头里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找回一度失去的信任远比建立它要困难得多，所以我才会感到焦虑。我也担心此事背后存在借机煽动舆情的人，但现在比起揪出他们，查明事件的真相才更重要。不用了，好意我心领了。你不是还有黑塔女士的委托要调查吗？对了，提到的那件事我也有所耳闻，会一起调查下。空间站的麻烦我会想办法解决的。果然，除辛克尔外，我还咨询了另一个人，只记得对方是密卷科的。辛克尔之外的另一个人应该是密卷科的，快想想是谁。辛克尔之外的另一个人应该是密卷，那个人的身份很重要，也许能把一切都串起来。以防你没记住，我再描述一下见着他的痕迹。他似乎提到了令人在如果有一些提示。冬之，好好干吧，我要出门。哟，柴哥，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好久不见，想死兄弟我了。没有了没有了，还好的了。那必须是妥妥帖帖呀，毕竟只要钱到位什么都好办。那这是你要的账号，绿色干净，直连内网，毫无压力。好的好的，您有事说事儿。那您可太看得起我了，我就是一搞内购的，顺带做点无本买卖，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的。你要是搁学会那儿发达了，苟富贵勿相忘啊。几次了，这是第几次了？老东西，我跟你讲，你不要蹬鼻子上。这里也是记忆里的只言片语，难道是我把不相关？我想起来了，另一个人是艾美丽，她当时在基座舱段。回忆一下艾美丽当时说了。哎呦，看看这小女娃，多乖巧，多水灵啊！没有了没有了，还好的了。哎呦呦呦，你在我这老婆子面前有什么好谦虚的？要我说啊，密卷科这上上下下的年轻人啊，论手脚麻利，哪个也比不上你。好的好的，您有事说事儿。你看这几摞资料吧，不知是哪个小年轻这么不上道，字稿这么小。我年纪大了，眼也花了，你看要不……几次了？这是第几次了？老东西，我跟你讲，你不要蹬鼻子上。哎呦，乖乖小年轻，又来一个，好好好，人多点好，多点好。什么？你说艾斯达叫你来找我？无实体但有生命的奇物。奇物不该问借种科吗？关密卷科什么事？不过我倒是听说过类似的东西，听一位出外勤的同事说，仙舟联盟就有这种生命。我只是转述啊，没有要帮你的意思。最近空间站的气氛越来越怪了，随便站队很危险的。艾美丽提到的仙舟物种似乎就是启发了阿德勒的东西。艾斯达提到的科源失踪
应该也和阿兰的调查有关。现在的话，应该能把一切串联起来了。要我说，你看我年纪。艾美丽提到的先知物种，我就知道你会找我追根究底。抱歉，情况特殊，我真的不能多说，只能告诉你是个秘密任务。果然，我隐约记得阿兰又说了什么。和我忘记的事有关。抱歉，情况特殊。为什么你会知道？这样，你也察觉到小姐的压力了吗？我和你坦白吧，非常棘手，监控没有拍到任何一名失踪科员消失时的影像，唯一的线索是阿德勒的发现。在失踪事件发生前后，空间站的自动灭火系统有短暂启动的记录，也就是说，每位受害者的失踪都伴随着匪夷所思的起火现象。而在走访过程中，一些目击证词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是这么描述的：人体自燃。你问过界种科的市长吗？好像也……嗯。像也没毛病。哦，没错，那东西叫碎阳，硬要说的话，巫博也算是碎阳的亲戚，都是一种能量生命。哎，等等，这么一说，我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但需要验证下，今天先到此为止吧，你等我联系。人体自燃，这应该就是事件的全貌了。以防万一，再回忆一下开头与黑塔的对话吧。从头好好检查一遍。以防你没记住，我再描述一下。那是一种没有实体见着它的痕迹。他似乎提到，如果有一些。以防你没记住，我再描述一下。那是一见着它的痕迹，就给我吧。重点不是这个，如果不是和天才俱乐部有关，总之好好干吧。我要出门一趟，想找人帮忙你可以问阿斯达。感谢这一大段冗长而沉闷的叙述，你一定累了吧？反正我是挺累了。所以，你和黑塔的最后一面是在他的办公室，你接下委托，为寻找奇物四处奔波，而对其他事浑然不知，直到艾斯达小姐联络了你。如果这就是你的主张，那换我提问了：有任何人能证明此事吗？他并不在现场，只是从你口中听的转述，这无法构成证明。罗辑，可以向黑塔本人求证。现在迈开腿开始奔跑，或许能在四个系统时候追上公司的接驳星船。眼下，没有第三者能为他作证。拉迪奥先生，你的提问方式总有种先入为主的倾向。失礼了，是我的坏习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总会变得很难相信一件事，相反，质疑它要容易得多。就经验来看，这也是最高效的做法。怀着否定的心态求索也是一种求索，同样能帮助我们抵达正确的终点。
果他确实无罪，就用回答来为自己洗脱嫌疑吧。根据你的陈述，你同黑塔见面的原因是收到了指名委托。委托的内容是寻找一件连名字都知之不详的奇物，可黑塔的收藏多如繁星，很难想象他会对一件寻常奇物如此珍而重之。奇物并非重点，只是因为它和天才俱乐部有关，黑塔才格外重视。想必那件奇物是某位天才的创造，逻辑具有非凡的意义。这一点倒是成立。随后你是这么说的，为了调查丢失的奇物，曾向艾斯达求助，可在问询开始前，他却对此事只字未提。我开始好奇了，是你在说谎，还是他有所隐瞒？推测，艾斯达选择了沉默。随后你是这么说的，可在问询开始前，他却对此事只字未提。我想起来了，当时……别装了，可在问询开始前，我开始好奇了，是你在说谎。反物质军团的风波过后，空间站始终人心浮动，深陷信任危机。如果此时再有恶性事件发生，无异于火上浇油，会彻底点燃内部的矛盾。哦，难怪艾斯达小姐会默许我的加入，毕竟博士学会的代表不太会和空间站有所牵连，但立场却与公司一致。不用担心偏私，也会保护空间站的利益，一举两得。科员连续失踪，防卫科队长阿兰的任务我也有所耳闻，但这显然与我们在讨论的人偶遇袭没有关系。不要装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更正，关联或许存在。科员连续失踪，防卫科队长阿兰的任务我也有所耳闻，但这显然与我们在讨论的人偶不要装傻但这显然与我们在讨论的人偶遇袭两起事件没有关联。我不这么认为，证据但这显然与我们在科员连续失踪。没错，阿德勒，一名二级科员，界种科市长口中界种科最了解奇物的人，当时他碰巧在协助阿兰调查连续失踪事件。那他有告诉你答案吗？阿德勒当时似乎想到了什么，但之后却迟迟没有联络我。科员连续失踪，但这显然与我们在讨论。不要装傻，你再怎么怀疑，我也和同样被意外卷入却开始扮演审问者的你没什么不同。哦，所以呢？不要装傻，但这显然与我们在讨论的人偶遇袭没有。不，如果我没记错，艾斯达是这么说的，一具人偶遭到了原因未知的袭击，下落不明，信号也始终无法定位。下落不明不就是失踪吗？他是说了，那又如何？如果你想证明二者是同一件事，就拿出证据。证据应该是存在的，阿兰在调查连续失踪事件时发现了一件怪事，在科员消失前后，空间站的自动灭火系统有短暂启动的记录。阿兰是这么形容的，每位受害者的失踪都伴随着离奇的自燃。啊，可空间站哪里都没有着火的痕迹啊，这正是奇怪的地方。但眼下这一信息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虽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如果人偶遇袭前后系统中也出现了灭火装置的启动记录，那就有充足的理由怀疑两起事件彼此相关。如果两起事件确实同一人所为，那你的嫌疑会下降许多，但前提是系统中有你主张存在的记录。去主控室看看就知道了，出发吧。有什么动静？
塔女士单推快讯，插播一条紧急新闻，插播一条紧急新闻。黑塔女士遇袭一事终于有了下文，敏烈帮宣称对整起事件负责，并将采取下一步行动，协会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星间诸神离世一俗，无心顾及渺渺众生，唯有复创的恩主得令诸界沐浴毁灭的火光，总有怯懦小人妄图拒绝恩典，逃离此伤。逃吧，尽管逃吧，无论逃往何处，泯灭终将到发。这是一纸宣战书，一封预告函，你们被盯上了，军团余波未息，泯灭帮便紧随其后。看来比起智识，贵空间战和毁灭的命途更投缘。这位明火大公阿弗利特是擅自以灭星球陀菲特的生命，无时无刻不在燃烧的火魔一族视纳努克为皇帝，称其为恩主，却从未得到星神的批示。一群可怜的疯子，我喜欢院士博士的评价。纳努克从所谓泯灭帮身上看到的价值，或许还远不及一个故意将花瓶打碎的婴孩。火魔天性凶暴，燃烧和破坏是他们的本能，而阿弗利特尤为邪恶残忍，他所领导的勇火官邸甚至和同为泯灭帮的耶佩拉兄弟会是死敌。耶佩拉兄弟会似乎在哪见过这个名字。在星河猎手的通缉令上，他们被指控与耶佩拉叛乱案有关，导致了兄弟会的覆灭。耶佩拉宫在烈焰中倾倒，而后阿弗利特的势力日益壮大，你相信这只是巧合？同样的是马上就要在空间站上演了，身为火魔，他当然擅长人体自然的把戏，科员和人偶的失踪也都是计划的一部分，而在这之后，那条视频很快就会在空间站传开，看着吧，用不了多久，黑塔就会变成一片火海。信任的毁灭，要毁灭的恐怕不止信任。不想坐以待毙就采取行动，你跟我走，不然呢，让他们俩到处乱跑，把空间站出事了写脸上，这么做就落了下场。我会留在这里尽力控制消息扩散，期间调查就拜托你们了。这位明火大公阿弗利特是擅自以灭星球陀飞，这么做就落了下场。咱俩凑个局呗。平日城门关着，就让小女子浅浅回报一下白鹿的。一想到工作我就浑身头疼。很遗憾发生了这种事，事态紧急，你们需要什么，防卫科一定全力相助。一份失踪科员的名单和他们的详细信息。
可以是可以，但防卫科详细排查了他们的身份背景和人际关系，没发现什么共同点。泯灭帮是混亡命途，可能是无差别袭击。一份失踪科员的名单和他们的详细信息。啊，好，好的。拿着，记住这些名字，然后找个消息灵通的朋友，就说你想知道这些人的联系。不知道，取决于你的朋友。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带我去见那个界种科最了解奇物的人。他也消失了。最开始我还没在意，毕竟阿德勒平时就常常不见人影，但已经好几个系统时了，我一直联系不上他，甚至调用监控都找不到他的踪影。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主控舱段，和应物科的温世灵在一起。嗯，带路吧。你说过这个阿德勒似乎有什么线索，但没来得及说出口。如果他的失踪也和袭击有关，恐怕他真的意识到了什么。的确，记得当时启发阿德勒的关键词是能量生命，明火大功也是一种元素生命，只是巧合吗？有必要调查一下。最开始我还没在意，但已经最后一次。说了什么？好像是香味什么的。香味。谁要他回来了？但如果你们要找他，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一直在翻这本小册子。虽然我不知道他究竟在找什么，但希望对你们有用。看你的脸色，不像什么好消息。哦，失踪的科员是声讨管理层的意见领袖，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在你回消息的时候，我也翻完了这本册子，
上面记录了几位天才俱乐部会员的生平，不乏一些有趣的信息。是时候回去和艾斯达小姐还有罗斯姑母先生聊一聊了。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监控黑网勉强限制了视频的传播，事态暂时没有进一步发酵。哎，你们那边呢？结果如何？不容乐观，或者换种说法，糟透了。时间紧迫，这就从头梳理一遍现状吧。从已知信息中可以发现三个突破口。首先是阿德勒的失踪，他一定抓住了什么关键线索。阿德勒也，你认为阿德勒的发现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正是，而且我已弄清了他发现的东西。首先是阿德勒的失踪，他一定抓住了什么关键线索。我明白了。牵强附会。首先是阿德勒的失踪，他一定抓住了什么关键线索。我明白了。牵强附会，差不多得了。首先，其次，是受害者的共同点。当然，这是个不怎么愉快的话题。不愉快的话题。只看明面上的资料，这些消失的客源并无共同性。但在调查了网络浏览记录后，你发现他们都是空间站黑网的意见领袖。这意味着什么？艾斯达小姐一定很清楚吧。其次是受害者的共同点，最后是明火大功的能力，也就是人体自然的秘密。关于这一点你想必也已知晓，陀斐特的火魔，泯灭邦的大功，阿弗利特身上还有一个秘密，最后是明火大功的能力。在过去永火官邸引发的混乱中，曾有人目击暴徒自火焰中降临的景象。明火大功的火焰具有某种特殊的性质，而这种性质正是人体自然的秘密所在。看，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这本小册子上记载着一种能穿梭相位的火焰，据说其燃烧诸界，留下了众多火焰后裔。是相位灵火，第29席斯斯卡尔的造物。他是位了不起的天才，聪明、善良，而且谦卑。但可惜，以人类的时间观念来界定，他只活了短暂的29天。相位灵火甫一出生就变换到了其他相位，等归来时，斯斯卡尔已然寿终正寝。此后他就这样不断变换相位，再难以被捕捉。这本小册子上记载着一种能穿梭相位的火焰，据说其燃烧诸界，这种火焰的火种想必就是黑塔丢失的奇物，而明火大公则是火焰的后裔。曾有人偶然窥见相位灵火的踪迹，捕得一绺紫火，黑塔将其收下，又借于软媒研究，不想灵火火种却因此丢失。如果阿弗利特也是相位灵火的后裔，此事的全貌就清晰可见了。这种火焰的火种，恐怕这就是阿德勒在调查中发现的真相。毫无疑问，黑塔委托你寻找的奇物就是相位灵火的火种，而阿德勒通过能量生命这一点，早早察觉了人体自然和相位灵火的关系。恐怕这就是阿德勒在调查中发现的真相。我明白了。牵强附，恐怕这就是阿德勒在调查中发现的真相。据温世林所说，阿德勒在消失前始终念叨着相位一词，但那恐怕是相位。他在这本小册子中看到了斯斯卡尔的专题，验证了自己的猜想。身为其后裔，明火大公有着和相位灵火相似的能力，恐怕他无法做到相位变换，但能实现裂化的空间转移，这就是人体自然的真相。科员们并非消失，而是被转移了。受害者们的下落暂时还不得而知，但至此明火大公的计划已然明了。突如其来的连续失踪无疑是培育混乱的最佳温床，待到不安的种子生根发芽，便发出袭击声明，将暗中发酵的危机推至台前，催它生长开花结果。而下一步啪就是点燃火星。看看这些失踪的科员，假设他们的共同点被人发现，会是什么后果？不用我多说。一切都是不好的陷阱，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挑起空间站的内乱。来不及了。机会，换作是我，就不会给你这个机会。莫非？怎么了？冷静，艾斯达只是被传送走了，并无生命危险。通过实际接触，我确认阿弗利特的火焰只是原始灵火的火星，不具备相位变换能力。罗辑，艾斯达仍在空间站内。那团火焰一定还在舱段某处，找到它，总有办法把它带回来。
只是一点火星，来自天才的傲慢倒是令我甚感投缘。若做得到，就来试试吧。看来明火大公并未亲临空间站，只是趁乱将一团明火投入此地，让他四处游移狩猎科员。若明火熄灭，他的阴谋也将荡然无存。我会前往黑塔办公室，启用奇物收容室的折叠空间，只要对参数略作修改，它便可用于阻断对方的转移路线，将其封闭在空间站内。拉蒂奥先生，请你和开拓者女士同行，将其收容。明火也是一种能量生命，会被显像仪捕捉到痕迹，跟上他。我会前往黑塔办公室拉掉明火也是一道路被火焰吞没了，他刚刚完成了一次转移，小心点，准备好冲进火海。在空间站内，和罗斯姑母说的一样，他无法逃出这里。你知道对待穷途末路的猎物该怎么做吗？追逐，直至死地。在试图挣扎，折叠空间的状态变化了，一看便知他逃去了哪里。再维持它了。究竟看来这场追
束了。无知的愚者盲目追逐火光，殊不知毁灭的恩赐已然落在脚旁。难怪恩主的军团亲临，也未能将此地净化。至此，我就暂且承认自己的鲁莽吧。但下一次，我将亲自造访，用明火为你们献上罪业的悼亡。寄宿在其中的微弱意识消失了，明火大公抛弃了这团火焰。不，等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被风吹落的那一天。放心，艾斯达只是受了些惊吓，正在医疗室内恢复。
以及在你们追踪敌人的过程中，防卫科找到了失踪的受害者，结论他们都很安全，多亏了阿德勒，他们都落入了一件空间奇物中，深陷其间无法脱身，直到界种科最了解奇物的人从内部解开了它。阿兰带人赶到时，这些失踪者大多因过度惊吓而奄奄一息，但都没有生命危险。嗯，至此便结束了。此间事了，相信剩下的风波靠空间站内部便能自行平息。我替黑塔感谢你的付出，女士。不过在整起事件中，还有一重疑问尚未得到解决，而那是我应当去处理的事了。恭候多时了。事件余波未息，你们应该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吧？还是说，空间站的安危与你无关？答案，我正是为此而来。毕竟事件真正的主角在这里。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总会变得很难相信一件事，相反，质疑它要容易得多。从一开始，拉蒂奥先生，我也有和你一样的坏习惯。我深感荣幸，罗斯顾木先生，可既然你早已看穿，又为何一言不发？出于好奇逻辑，我做了和你一样的决定，同行观察。哦，那你又是何时确信的？以结果而言，除去轻微的精神损伤，没有科员在这场袭击中受到实质性的伤害，这不符合泯灭帮的作风。逻辑是第三者救了他们。若非我偶然取得灵火火种，出手干涉了明火的传送，那就会已是飘在窗外的太空垃圾了。你比计算中更成，但终究在你的计算中，不是什么。最后一个问题，这天才如你，能算出我这么做的道理吗？我无法确定，只能做出推论。对手多重重向求救，是医者仁心。此后袖手旁观，任事态发酵，是学者的严厉；而身居幕后，掌控全局，则是向天才祭出的挑战。罗斯星的君王果然通晓人心，只可惜也和天才一样远离繁重。你还是错了一点，袖手旁观才是真正的意志。这世上有种顽疾，名为愚钝，比任何病症都更难根除。治世的命途既无道理也无逻辑，天才们漫步繁星，繁庸却连一处脚印都无法追及。庸人只得学着独立行走，在跌倒爬起中度过碌碌一生。但失败的人生同样是人生，他们有权品尝至最后。也只有摔倒在地无人扶起的时候，愚者才能领悟如何站起。我有洁癖，见不得笨蛋、傻瓜、白痴，看见了就想死。
可惜这空间站也和博士学会一样，并无天才，遍地凡庸。你想要跟丑的是科员对天才的盲信。我只是列出自己的质疑，至于答案，他们自会解密。怀着否定的心态求索也是一种求索，同样能帮助我们抵达正确的终点。一群庸人若要开悟，这是必经的过程。比起学者，你的确更像一位医生。至于我留下的点点星火，相信艾斯达能妥善处理，这也是留给他的课题。那么告辞了，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与诸位天才相遇，相信届时也会如今日这般。一场闹剧，诸般烦恼，终究不过庸人自扰。Thank you.